要帮爸爸，你就叫爸爸加油，不要问问题哈，只是说加油就好了，因为爸爸现在脑袋里有很多东西在想。加油。你是要来帮手的，你在干嘛？Joe，你是要来帮忙的，你在干嘛？我也不在帮忙啊。你过来帮啊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写进去？不行，我说过好几遍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要再问我了，拜托。你在哭什么？就请问你过来，我要问你，你哭什么？卡蛋，什么？卡蛋，不是卡蛋，是零食。不是，但是我不想给他太。不行。我要吃这个。不行。我不要。哇，这个节目里面最会哭的不是姐姐了。好，你第一，你赢了。你赢了。你来这边是干嘛的 Joe？ 好了吗？很快了。我再问你一次，宝宝跟你说过什么？不要哭。我再问哥哥，冷静了吗？OK， 我跟你说过什么？讲一遍给宝宝听。不要哭。还有呢？有小事。还有呢？有疼有我呀。好，你跟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你现在不是一个好榜样。你吃糖果会过敏，然后你还一直要吃。那妈妈都没有让我吃过。我知道为什么妈妈不让你吃，就是因为你吃完你的眼睛会肿起来，去医院打针啊。你去打针的时候，爸爸看到会哭哎，我会难过哎。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有没有？你生病了怎么办？你先不哭，我就原谅你。冷静。OK， 第一件事做好了吗？好，过来，宝宝原谅你。不要哭哦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我原谅你了，不要哭。OK， 从现在开始我不想看到你哭，知道吗 ？OK， 知道吗？好，第一个。来，辛苦了，黄老师，没问题。阿周，不要。